我跟你讲，你听得懂中文吗？他管话那些，中文听得懂。你是不是逃跑的啦？管就好啊。你是听不懂中文，听得懂？我这边讲的是平的，吊的。无、嗯，你放你，你放你个，你放你个。北分局接获情资，表示在桃园区民生路有人经营骰子赌场，经收证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，并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后执行搜索，当场查获赌场主持人林姓男子，查扣赌资、碗工及骰子等证物，调查后依照赌博罪移送，在场另17名赌客则用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。